随着疫情趋缓而且稳定的控制之下，2021冬恋南洋温泉季即将在12月3号到12月12号连续10天在礁溪潭尾沟温泉公园周边以及温泉路健康路口温暖登场。县长林之妙等贵宾也率先来点亮2021冬恋南洋温泉季巨人灯饰。2021冬恋南洋温泉季，我们即将在12月3号开始到12月12号啊，这十天里面呢啊，我们呢对于我们的冬恋南洋温泉季啊，就在我们的礁溪，我们礁溪好山好水好环境，所以呢啊，我们礁溪温泉非常的棒啊，欢迎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来到礁溪。为期十天的温泉季活动有祈水感恩礼以及感恩之夜暖场之外，期间推出了热闹缤纷的开幕式以及开幕彩街嘉年华、温泉美食旅展、欢乐小彩街等等，而且更寄出了冬恋情人音乐会，有超强的艺人团体卡司全力释出，另外还特别规划了现场购买加码消费满百赠好礼以及消费满千抽好礼的活动。那呢，冬恋南洋温泉季啊，我们呢在这几天呢，我们呢发展的观光啊、美食，还有呢文化艺术产业，还有市农工商的发展啊，在疫情这段期间啊，产业都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的振兴方案希望呢，冬恋南洋温泉季能够让我们的礁溪乡呢能够更蓬勃、更发展。县长邀请全国民众来一场幸福的漫步调暖冬旅行，尽情畅游冬恋下的南洋泡汤去，感受美人汤最疗愈的冬恋南洋温泉洗礼。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